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我们永远是主的完全人，第二部分。雅歌第五章讲到，我们不在状态的时候，仍然可以感受主的爱。这份爱改变我们，心灵更加释放，经历真的复兴，看见主的荣美和他各方面震撼的表达。而且我们会影响人，一起去追求主。主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，祂的同在是和我们最深联合的同在，祂亦都在教会里面不断牧养和带领我们。就算我们经历软弱，主仍然称呼我们做妹子、辛苦、甲子、完全人，为我们存留好宝贵和丰富的爱礼。主的爱真的可以经得起所有考验。我太宝贵，不单主祂不变全新的爱，我心中是祂的甲子的完全人。即是有时只看到短暂的短时间，主看我是一生和就永远，但是我真我就看见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时看看主怎么看我们的，帮人看是不同，很不同。咁唔單止佢呢個唔變嘅全性愛啦，仲有一樣睇佢，即係就係戀慕，就係渴求我哋相離害。佢喺度等啦，唔單止從晚上到朝頭早，係被夜露啊滴濕，咁直到呢就滿咗露水，即係朝頭早嘅露水。唔單止唔係就係忍耐我哋，佢根本就係個心係冇變㗎，係戀慕我哋，他想去擁抱我哋。佢要打開個心門啦，翻到佢面前幫我相交。我哋每次我的解牛，我哋甲子，我哋完全人，求你給我開門，求你給我開門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又最近帮阿孙讲到，佢系为患难之家，先讲到弟兄系为患难而生。咁但系有一句话咧，中文书嘅话咧，我但有一朋友啊。比弟兄更亲密，我呢个朋友就是主自己咯，就超过弟兄，亲弟兄，佢个密友咧，所以佢更加系我哋患难之交嚟。咁患难咧，唔单纯我遇到啲难处啊，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我心里边嘅难处，或者甚至我哋软弱失败啊，就好似急症室嗰啲主管啦、啊，我有啲同书籍咧讲到雅歌书第五章噶。主就伸手入嚟，留低啲就讲到末药啊咁样，佢手门孔嗰度伸手入嚟。咁呢啲我过有经历嘅，一即系唔在状态啊，或者弱嘅时候咧，主佢嘅爱手咧可以摸到你嘅心，你感受到佢爱啊，就系行动上面嘅爱嘅看顾。佢系手地下末药啦，因为佢留低嗰啲好宝贵嘅爱礼物。就好丰富，太宝贵佢个爱咧，一次次扶起我啊，使我起嚟，佢伸个头落去啦，啊昂首高过四面头的，呢份爱改变我，吸引我，就使我胜利，就系失心假释放。等我继续睇下雅书讲到我哋美丽啦，因为主个爱咧使佢点啊？但主要伸手入嚟啊，使佢开门来啦，好要主啊！嗱，佢成个复兴，咁雅书后边嗰度咧，主要宝贵充满个心，佢比前更加爱主，可以咁讲。第五章谂起度系咪太宝贵啦？
呢个真嘅火星，火亮又白，而且超乎万日之上。佢一路讲落去，佢睇翻主为佢成为人啦，佢头像至精的金子，呢度讲到主就系神本身。又睇下头发、口物类碎，佢话永远成为人。嗱，主佢嘅眼啊，大宝贵，主对我爱，佢紧固我凝望、律甜望啊。后面讲到佢为我哋被雕刻啊，主被钉、被刺、被枪雕刻，但主复活咗，主透过死啦，使我哋帮我永远地下，佢我哋嘅良人，我哋朋友。佢复兴咗咧，就点啊？影响人噶。咁其他人点讲啦？佢话你只女子中极美丽的，嗰啲揾呢位良人，啲良人转到何处去咧？我哋好愿你同去寻找他。嗱，第五章我去揾唔到啊，但系就俾嗰啲信来嘅人咧，嗰啲可以话即系律法嗰方面噶啦，打伤。我都会俾有时律法精神啊，俾控告啊。啊！即系自己控告自己咧，就伤啊！就断去披肩，觉得即系冇温暖，失去咗外嗰种温暖同埋啦冰凉。但系不过啦，佢复兴，佢睇到主嗰种嘅荣美，佢各方面嘅太厉害嘅爱嘅表达，真口表达，佢自己美丽发出嚟都系，就系嗰阵睇到咧，嗰人都一齐寻我良人。咁第二節咧，佢话我一两人下入自己园中，佢已经享受翻主喺佢里面啦，成个人唔同晒啦。到香花葵，所以我哋嘅心啊，佢个主喺里面，我想主都向佢显现。即系我哋心话香花葵啊，即系啲花又香。但主喺边度咧？喺心中，喺园内牧放群羊。主喺教会里面。佢牧放阿宝贵啦，主佢即係咁多年喺我中间啦，佢喂养我哋，就牧养我哋，就采百合花，主要珍贵你同我㗎，我去百合花嚟佢享受佢。我属我啲良人，我啲良人也属我，喺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佢请咗主住喺边度就享受住喺边度。向我主喺我心里面，嗱，我哋喺成家中咧，我经历佢特别同在啊，就主佢咧喂养群羊，佢牧养我哋，带领我哋，佢入到更深爱里面，经过咗软弱啦，佢呢啲讲咩啊？睇到主几咁要佢啦，咁软弱嘅时候，主系点啊？佢话我妹子，我辛苦，我甲子。我啲完全人，同埋咧，主要敲门啦，就主仲伸手入嚟，就留低好宝贵嘅礼物，好丰富爱礼物。嗰爱礼物咧都表明佢特别有爱。咁佢经过软弱，个心一兴起咗啦，佢更深认识到主嘅爱，就主几咁要佢。真系喺佢咁软弱嘅时候，主都系点啊？敲门等咗咁耐。直到天光呢个头满咗露水。佢睇到点啊？我属我呢两人，主太要我啦。所以经过软弱呢，就更加体现主爱的惊喜，所考验台。唔单止係全性不变，而且就係好恋慕佢。所以諗啊，我软弱嘅时候就魔鬼猛控告地，但系主嘅真相就喺度好恋慕緊我哋。第三節佢最有一份爱里面更加。佢我属咗良人啦，调翻转啦，唔系讲良人属我先。你而家睇佢住几咁要佢，点渴慕佢，但系恋慕佢，细佬等到头都被老鼠滴湿。我良人也属我，当然好宝贵啦。他喺爆发中牧放群羊，所以弟兄姊妹咧，我哋都要真个主掌喺里边啊！我心经历佢，即系佢系我生命，就佢爱啦。我都应该喺成家中啦，享受神家肥甘，享受特别同在啦，经历佢，经历佢喺神家中佢嘅喂养我哋啊，
就是带领我哋啊，牧养我哋。主特别喺我心中，唱宇宙有特别嘅同在，系唱宇宙度度都冇噶，系帮佢最深联合嘅同在，系新纪联合嘅同在，系佢太要我嘅同在。咁但系佢都特别啊，喺教会里面，喺家里面，因为佢永远安息之所，系佢显荣耀嘅居所，有神家肥甘喺前面度话。有六河嘅水，然后我都经历咗咧，我哋帮顶住一齐嘅时候，佢特别同在啊，就过去一次次嗰啲打嘅同在，佢作为好宝贵，佢帮每个咧最深嘅关系，佢带领我哋享受我哋父子成日将我揽埋一齐喺佢家里面啦，我应该好似大卫一样。一生一世住喺神嘅殿里面，咁我都系委身俾主同埋啦，呢个家系直到永远。咁有一日，我哋会喺新和新冷食嗰度，唔使戴口罩，唔会限聚，我帮主永远同在。